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倪玉。最近 Nano 二代原厂模组的显示器又增添了一名新成员，它就是 HKC 的 MG27Q。目前2000元封顶的 Nano 面板显示器中，一线品牌广受好评的是秒杀1999元的 LG GP83B。LG 涨价的第二选择是秒杀1599元的届时星辰27 Nano。当前同面板的 HKC 售价介于两者之间。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看一下，结合这款新品的实际表现以及售价，是否具备更强的竞争力。这款显示器使用的是富含浓郁哲学色彩的彩银纸质包装，正反两面图文排版几乎一致，左下角整理了产品的主要卖点 Nano IPS 2K 分辨率 180Hz 超频 98% DCI-P3 广色域覆盖，战术级 GTG 1毫秒响应速度以及 HDR400 认证。拆开包装我们看一下配件，这款显示器提供了65瓦电源一根，电源线一根，DP 线一根，以及一份使用指南和保修卡一体的手册。安装过程很简单，将显示器支架嵌入屏幕背面的凹槽，下压至卡扣咬合，然后将底座插进支架底部，拧紧螺丝即可完成安装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显示器的外观，正面是三边窄边框的设计，正下方是半隐形的 HKC 英文 logo， 右下角是电源指示灯，底座采用了占用空间更小的六边形设计，背面的外壳表面摸起来有细腻的颗粒感，不那么容易留下手印，中间是六边形网格构成鳞片视觉的支架槽，左侧也有一个加大版的 HKC 半隐形 logo， 右下角可以看到 OSD 菜单为五项摇杆操作，这个颜值整体比较简洁，有些缺少辨识度，实测环节希望能提供不错的表现。显示器的接口提供了电源口一个， 3.5 毫米耳机接口一个， DP 1.2 接口一个和两个 HDMI 2.0 接口。 DP 1.2 接口可以实测开启 2K 180Hz 8比特，如果开启10比特需要下调至120Hz， 10比特下实测不产生色阶段层。 HDMI 2.0 接口实测可以开启 2K 144Hz 8比特，如果开启10比特需要下降至60Hz， 且10比特下不产生色阶段层。支架体验环节，显示器的支架支持升降、俯仰、水平、垂直旋转，升降阻尼感均匀，丝滑感不错，手感适中，晃的幅度极小；俯仰阻尼感均匀，丝滑感不错，手感适中，晃的幅度较小；左右阻尼感均匀，丝滑感不错，手感轻盈，晃的幅度小；水平旋转阻尼感均匀，丝滑感不错，手感轻盈，晃的幅度较小。手感这方面，这款显示器的支架表现是非常不错的，尤其是自身的稳定性。缺点在于支架的预留高度不足，垂直旋转时如果没有事先调整至仰角，会导致屏幕边缘打到底座上。支架环节的最后，我们附上各项高度和占用面积的数据，给各位准备入手的小伙伴提前确认好桌面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放置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开机环节，按下开关之后，屏幕会先显示 HKC 的樱桃色 logo， 进入桌面花费约不到8秒，睡眠模式下进行唤醒到进入桌面花费了约6秒，这个速度中规中矩。切换到运用桌面，肉眼感受色彩的鲜艳度是比较充足的，但是不会过饱和刺眼，色彩通透性是比较出色的，没有什么油腻感，只能说 Nano IPS 在色彩表现方面还是稳稳的提一提对。使用显微镜可以拍摄到显示器的像素点为条形垂直排布。OSD 菜单可以看出来，这款基本上使用了和科瑞 2711Q 系列几乎一致的界面设计，没有需要额外展示的拓展功能。 OSD 摇杆快捷键功能分别为菜单、准星、耳机孔音量调整、亮度调整， OSD 菜单功能键分别为返回、确认以及左右方向键，中键短按开机，长按关机。这款显示器的 OSD 按钮需要稍微用力，不像主流的 OSD 按钮那么轻盈，但是也大幅度减少了误触的可能性。 OSD 环节的最后，我们整理了几种预设情景模式的 SDR 亮度和色温，所有情景模式都没有锁亮度好评，并且除了护眼模式以外都是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冷色调，这里还要给一个好评。接下来进入到实测环节，我们先测试测这款显示器的帧数，使用 Test UFO 帧调过功能，分别以11/1秒和18/1秒的快门进行了抓拍，得到的图片分别为17格和10格，没有出现跳格，符合官方宣传的180Hz。 OD 显像测试环节，我们先用 Test UFO 追踪相机功能，以1/1000秒的快门对 OD 一般、OD 极快两档进行跟拍，在 OD 极快这一档出现了轻微的鬼影。通过光学实验室的仪器测试这款显示器的 OD 平均无鬼影 GTG 响应速度为 3.52 毫秒，对应的是 OD 一般这一档，但是 OD 极高这一档的过充也只有 13.68%， 我觉得不算属于完全不可用的一个档位，平均的响应速度是 2.9 毫秒，理论上开启 OD 极高运行 FPS 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那为了验证这个说法呢，我们在 OD 极高档位下运行了 CSGO，我个人是全程都没有感受到明显的鬼影，这样一来等于说最大限度降低了游戏延迟，不过对于动态视力特别好的用户来说，可能还是能看到鬼影，按需选择吧。频闪测试环节，我们记录了各个情景模式以及 HDR 模式下的波形图，这款显示器属于全程 DC 调光，不会产生上眼的频闪。光谱实测，蓝光峰值在450纳米，蓝光外值 0.056， 所以这款显示器不属于硬件级低蓝光。色域测试环节，这款显示器提供了默认 sRGB 和 DCI-P3 三种模式，默认模式下 100% sRGB、 88.91% Adobe RGB、 95.32% DCI-P3， 色温 7505K， 色准平均 DLT 1.79， 最大值 3.52， 色彩均匀性最大偏差值为 DLT 5.6， 亮度均匀性最大偏差值为 14%， 属于色彩鲜艳的冷色调。
sRGB 模式是达到了 94.77% sRGB， 色温 6278K， 色准平均 DLT 2.24， 最大值为 4.95， 色彩均性最大偏值为 DLT 5.2，亮度均性最大偏差值为 15%。 这个 sRGB 模式我个人觉得做的一般般啊，因为它的色温和标准的 D65 相差 200K 左右，实际观感是偏暖的，色域缩线也没有达到完美的 100% sRGB 附近啊。虽然能看出来 HKC 是尽量想把 sRGB 模式做成能兼顾设计的水准，但是很可惜啊，它没做好。DCI-P3 模式色域覆盖 95.32， DCI-P3 色温 7270K， 色准平均 DLT 1.68， 最大值为 3.69， 色彩均匀性最大偏差值为 DLT 5.8， 亮度均匀性最大偏差值为 14%。 这个表现可以考虑连接苹果电脑进行入门设计学习使用，因为当前生产的 MacBook 色温普遍在 6800K 到 7200K 左右。另外 MGR7Q 的伽马值可以在 OSD 其他伽马里切换至伽马2，对应伽马值 2.2， 这样一来就是最大限度还原 DisplayP3 色域模式的色彩表现了。不过该批评还是要批评一下，这款显示器的宣传数值为 98% DCI-P3 色域覆盖，可是结合默认模式以及 DCI-P3 模式测试得出的色域覆盖均没有达到 98%， 所以量产版本可能也存在 3% 左右的数值波动范围。那我也知道 HKC 可能是按照 LGD 的规格书标写的 P3 色域覆盖，但是现在的消费者已经都很精明了，我建议以后什么一毫秒 GT 进行速度啊，什么这个 100% 覆盖那个覆盖就尽量别写了，直接标注你们的实测结果，诚实面对市场可能会有更好的反响。亮度对比度测试数据如下，亮度激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超过400尼特即使是在采光充足的室内也不用担心屏幕偏暗了，但是缺点也比较明显， SDR 和 HDR 模式的黑点亮度全部高于 0.5 尼特，最终显示器的对比度全程徘徊在800:1左右，所以 3A 大作的体验可能会损失一些明暗细节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游戏内的表现。首先是 SDR 模式下的白场，画面中天空和植物的色彩鲜艳度恰到好处，并且得益于 Nano IPS 的天生优势，色彩几乎是没有任何油腻感的，因为亮度激发做的也还算不错，所以肉感可以看到大致的太阳轮廓。夜景表现倒是一般，灯管可以看到清晰的轮廓，假白问题也不算很严重，但是光晕的扩散范围是偏大的，明暗相间的画面中光晕会干扰到暗处的角落细节。再来看一下室内暗场，左边是一款峰值亮度不到300尼特，黑点亮度不到 0.3 尼特的显示器，这里可以看出 HKC 因为自身的亮度激发更加出色，所以有光亮的角落表面纹理更加清晰，方便凸显画面的整体立体感，但是因为黑点亮度是比较高的，所以画面中偏暗的角落看起来实际上有些发灰，整体上会导致暗场明暗衔接不那么真实。 HDR 开启后，白场画面中人物以及建筑的立体感是明显提升的，也没有出现灰蒙蒙的滤镜，太阳的边缘轮廓也变得更加清晰了。如果是白场居多的 3A 可以放心开启 HDR。 接下来是夜景，夜景环节产生了光污染，灯管的轮廓几乎被光晕覆盖了，并且光晕扩散的问题也没有得到缓解，这个体验反而比 SDR 模式下还要更差一些。先前评测过的介氏27星辰 Nano 也存在一样的问题，我觉得可能是属于 Nano 面板自身的原因。暗场环节，因为这款显示器开启 HDR 后峰值亮度提高了约50尼特，所以场景里有光亮的墙壁以及天花板的表面纹理会更加清晰，但是黑点亮度并没有下降，这就会在视觉上感到画面发挥得更加明显。综合来看， HKC 的调教应该也属于拉高画面的整体明度，损失一些黑色的色彩表现，以显示出更多的暗部细节。我个人建议这款显示器尽量不要开启 HDR 运行 3A 大作，除非是白场居多。最后再来看一下 HDR 偏缘的体验，这个环节倒是给了我一个小惊喜啊，色彩方面红绿蓝三色系的色彩鲜艳度比较充足，44秒开始的橘色灯光通透感很舒适，51秒的彩色灯，黄色和橙色之间的色彩不存在粘连感，色彩表现10分满分的话，这款可以给到 7.5 分，明显好过介氏的27星辰 Nano。 23秒建筑之间的广告牌亮度层次表现还算可以，毕竟 HDR 峰值亮度将近500尼特，有效缓解了过曝的问题，高光表现放在 Nano 显示器中来说综合可以给到 6.5 分。暗场表现也不错，得益于亮度激发的比较优秀，44秒处右下方百叶窗肉眼可以看到清晰的表面纹理，该场景只要有光源反射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大致的轮廓，1分40秒场景左后方的西灯大厦也可以看到比较清晰的楼层分隔，暗场表现我想给到7分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HKC MG27Q 这款显示器，首先我们说点废话，就是对 Nano IPS 的一些点评。 Nano IPS 的色彩表现一直发挥稳定，色彩通透不油腻，对桌面党风景党来说非常友好，而且响应速度比较快，就算接受不了 OD 极高档位的 13% 过充，只开 OD 一般档位也足以进入3毫秒俱乐部。抛开这个吹了很久的二代 Nano 模组，显示器本身的支架表现也非常不错，六边形底座不占空间，支架功能也比较齐全，在这个价位算妥妥的 TET 对了，并且也给了 OSD 摇杆，不是用起来非常反人类的 OSD 按键。
HDR 观影的表现意外的不错。一般来说 Nano IPS 的低对比度会带来比较糟糕的 HDR 体验， HKC 拯救的很到位。再来说说缺点，首先是这个 DP1.2 接口真的是罪大恶极啊，难以理解，现在联发科的9800这么便宜，我不知道为什么 HKC 不用。调校方面也比较激进，为了保留暗部细节， HKC 强行拉高了亮度，这会导致游戏内部暗部细节发挥的比较明显， HDR 游戏如果展现明暗相间的画面就会有大片的光污染。总的来说1699的 2K 180Hz 加 Nano IPS 在纸面参数和实际表现上都还算可圈可点，物超所值。如果不在意是否能全程满血输出 2K 180Hz 10比特，也就是你不在意它是不是 DP1.4 接口，以这款产品的表现结合适当的秒杀价格也是一个不错的备选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